洛江杨阿厝溪的北花道路目前长了时间，但是长时间的时间造成居民处理真多困扰，加上最近的东北季风，把沙直接吹入去居民的徛家内底，包括汽车以及机车的表面，大家拢是一层沙，因此丁正议员涂小米希望会当来改善。民众是带着议员来看现场的状况。民众指出，这个工程已经做真久了，处理拢真无方便，而且风沙真大，大家拢有扫袂了的沙。工程吼拖足久的吼，啊，对阮出入吼拢足无方便的，啊，一空一困哦，有当时啊人员啊车出入拢足，啊，搁拄着落雨天吼，伤累的，啊，出入拢足无方便的啊。风沙很大啊，然后就是灰尘都是就满天飞这样子啊。因此，民众是特别丁正议员涂小米，希望议员替因反映，想办法改善遮问题。即马所徛的所在吼，就是洛江咱杨阿厝沟即个北花的施工工程吼，啊，即烟花吼，用讲是工程延宕，啊，而且吼，即三个月为人的厝头前开始挖了后吼，你看一空一窟，完全拢无回填，啊，而且即马东北季风到，风皮沙搁重，工程单位吼，即、這个水车咧洒水，也无啥咧洒，规厝内底是黄瀑布，即所有路边烟花，即个居民大家是苦不堪言，啊，希望讲吼，咱县政府会当搁继续监督咱的施工单位吼，把工程即个管理好一点吼，啊，莫讲吼，袂输那安尼那。那够开着安尼一空一窟，人要车要出入，人员要出入，吼，用讲是非常的危险。对此，涂小米将要求政府严格监督施工单位，把工程管理好，赶紧解决民众的困扰。新中华新闻蔡良清，洛江采访报道。